嗨，维利，早上好啊！早上好，露露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一大早的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练习召唤水晶魔镜。这个太简单了，来看我表演。魔镜，魔镜，变出一个大纸杯蛋糕。看来是我的魔镜有问题了。不是魔镜的问题，是你上课没专心听讲。施展魔法之前必须说出一句咒语，水晶魔镜，纸杯蛋糕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